这边的离我最近的手部呢，再往下摸，不要就是
要走过这个边，走过这边。好，举起来。好，这个肩膀伸到胸，身体一直往上，一直往上转，转过来，然后弯一点。哎，好，继续放松啊，一个手，不要动，放松一点。感觉不错。好，继续转过来，不要去往后仰了，就站起。哎，好，肩膀放松，肩往下伸，这个手又是脖子下降。哎，好，不动了，看着我一下。没有了，终于动了。不动，坚持住啊，后面有人。头再歪一点，哎，好，闭眼睛，好，放松。